实在就是 SUM。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一台2011年奥迪 A4 2000cc， 售价658,000。那首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。那这台车的话有通过我们的 YES 认证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哦。那 YES 认证是什么？ YES 认证就是保证这台车无泡水、无重大事故以及无引擎变噪。那这台车的话，它是一个 HID 的头灯，那搭载着 LED 的日行灯，那它是有一个前雾灯以及后雾灯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外观。那看外观完的部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内装的部分。那首先的话，它的先看一下它的椅子哦。那它椅子的话就是跑车座椅了，前座都是那种跑车座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看完座椅的部分，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里程数。那里程数的部分的话是181,387公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看完里程数部分，来看一下它方向盘的部分。那一样，它是有一个娱乐区的选择哦。那这台车的话，它一样是有循迹防滑以及定速系统。那它一样是双区恒温，可以自动调配要的温度。那在排档的部分，这里也有一些操作区可以让大家使用，循迹防滑的东西在这里。那一样，它是这里是一个控制我们头灯的亮度的，它要开多高这样子。那一样，它是一个电动的后照镜哦。看一下电动后照镜。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后座的部分。那在后座的部分，其实它还是算坐起来非常舒服哦。你看，这边还可以有一个宽度，拳头的宽度。那它一样也是有一个后座的出风口，那是算进口车才有标准。后座其实就是真的还蛮凉的。那一样哦，它有一个儿童安全座椅锁。那我们看从后座看一下前座的空间，也是非常的舒适哦。那这台就是我们2011年奥迪 A4 2000cc， 我们汽车网的售价是658,000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